来越低端，我必须得换圈子。我觉得你不是换圈子，你是换脑子。我怎么了？你才在兰科那吃那么大一亏，你还不长点记性，还一心想走捷径啊？我怎么就是走捷径了？再说，既然有捷径，不就是给人走的吗？那怎么就不能是我呢？走捷径要有本事，你有什么？你以为那些富豪都是傻啊？你以为凭张脸就和全球通行啊？李思雨，你别以为你替我还了钱，你就可以教训我。我不仅帮你还了钱，我还帮你还债，就凭这个，我就有资格教训你。我告诉你，这钱我不用你替我还，这是你说的。从今以后，我就是死在街上，我也不要你管我。从今以后，谁要是再管你，谁就脑残。思雨姐，这些你不要怪他。小玲。玉姐给我转了11万，让我把这11万转给你，让你赶紧把那贷款去给还了。思雨姐啊，就是嘴上那么说，但是心里呢还是对你好的。李子宇，你别以为你替我还了钱，我就会向你低头。这钱我一定10倍还给你，但是我这辈子都不想再看见你。